嗨，欢迎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啊！现场的评审老师，你们好。那很高兴这次能够来参加陌生人这个音乐比赛。那也很幸运的，就是能够进入决赛，这样还蛮开心的这样子。那我是来自高雄的小卓，那今天我会带来四首自己的自创歌曲，那这四首歌曲呢有分别不一样的风格跟故事，那等一下会一一的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的每一首歌曲。好，然后先准备第一首歌曲呢是我自己自创曲，这首叫做《脚步》。那这首歌曲的故事就是就是对于我来讲，就是它是一首我的音乐梦想故事这样子。那这首歌跟了我也算蛮久了，那这首也是我在初赛比的这首歌曲。好，那接下来就唱这首《脚步》给大家听，谢谢。在远方看着前人的谣言，那些事情全部被磨灭，看星星划过夜的黑，我的心是否会实现，那何时才见后人的光线，刹那间飞落我的心田，你的梦告诉了我一切，原来爱就在我身边，哪里才能踏着脚步一次一次的进前，哪里才能或是从天真不被遮掩，能不能踏着你的脚步勇往直前，将那成为最甜蜜的脑海里轻易浮现，刹那间进入我的心田，我的心追求的这一切，像星星哭得到的甘甜，那何时这些拥有的一切，要如何才能进入我的世界，我的心追求的这一切，原来爱就在我身边，哪里才能踏着脚步哪里才能或是从天真不被遮掩，能不能踏着你的脚步勇往直前，将那成为最甜蜜的堡垒，
的心，你的火热，伸出一丝力量。哦，跟着音乐摇动，扬起笑容闪烁。我要朝着世界放声，我们一起踏着脚步，一直一直到今天。灿烂火石中，天真不被遮掩。能不能踏着你的脚步，勇往直前，将那成为最甜蜜的堡垒？能不能踏着你的脚步，勇往直前？将那成为最珍贵的宝贝。带来这首《脚步》第一首歌曲，谢谢。好，对，刚刚第一首歌曲，因为，其实有点紧张啦，因为毕竟要参加比赛，然后又有这么知名的评审老师在这边，坐在那边啊，看我们每一个入决赛的乐手来，歌手来那个表现这样子，那。难免真的是说不紧张，真的是才怪。对，那我也是很努力要想要享受在这个舞台上面这样，因为毕竟我相信每个人参加这一场比赛一定都是因为喜欢音乐所以才来参赛的这样。那所以我就要努力好好调适自己这样子。那第二首歌曲呢，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悲伤到极点的歌曲。那这首歌曲的意思歌名叫做《这些日子以来》，那所要讲述的就是说，谢谢一个人陪伴自己这么久。那现在我已经决定要怎么走了，那请你祝福我，就是谢谢他这段日子的陪伴，这样。好，带来这首歌曲《这些日子以来》。这些日子以来，谢谢你的相伴，有你的一切，生活少了些寂寞，抚平了我的不少伤痛，是你分担了我的愁。许多的时候都是你选择了陪我的时候，紧紧地抓住我，让我不回头，反复重播难过。说的，请你祝福我，其实不这么习惯
这些日子以来的陪伴，我还是谢谢你，谢谢你爱我。那些日子以来，谈了不少的梦想，梦想与你一起到最后，才明白那些都只是猜测，留下只剩心痛。那时候都是你选择了陪我，那时候紧紧地抓住我，让我不回头，反复走过难过。现在的我已决定该怎么走，怎么做，请你别拉着我。其实不怎么习惯这些日子以来的陪伴，我还是谢谢你，谢谢你爱我。现在的我已学会该怎么怎么做，都请你祝福我，舍不得让我难过的你，我还是谢谢你。可不可以别让我太在意，现在请你别拉着我。我们的相遇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可不可以别让我太在意。此刻紧紧抓住我手的你，都让我觉得好不舍，才让我知道你有多么渴望。这些日子以来都成谢谢。这些日子以来，一首很悲伤的歌曲，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个画面这样子。好，那这一首歌就是很悲伤嘛，那下一首歌曲呢会很轻快，所以那个大家的心情调试要那个差的蛮多的那个 level。 对，现在要带大家进入这个比较甜蜜温馨快乐幸福的一个画面这样。这首歌曲呢叫做我和你，就是在讲述一对甜蜜的情侣，就是每天都很黏 TT 的一个音乐爱情故事。对，好，带来这首歌曲。那我希望这首歌因为比较欢乐一点嘛，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手借给我，然后跟着音乐打拍子，好，让我们轻松一下。好，带来这首
我和你送给大家，谢谢。上演你我之间的故事，你离开的时间考验着我对你的爱，这样的失去不知从何时变得如此的真切。我和你刷刷牙在一起吃早餐，这样的感觉很融洽，在一起手牵手一起去上班，上演着王子与公主的戏码。我和你在一起谈谈天聊聊地，我的眼里真的只有你，昨日的甜蜜今日的关心，不知不觉就这样的爱上你。上演你我之间的故事，你离开的时间考验着我对你的爱，这样的失去不知从何时变得如此的真切。我和你刷刷牙在一起吃早餐，这样的感觉很融洽，在一起手牵手一起去上班，上演着王子与公主的戏码。我和你在一起谈谈天聊聊地，我的眼里真的只有你，昨日的甜蜜今日的关心，不知不觉就这样的爱上你。昨日的甜蜜今日的关心，不知不觉就这样的爱上你。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啦啦啦啦啦，我和你送给你们，谢谢。这是我的第三首歌曲。OK， 那。很快就要来到我的最后一首歌曲。好，那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艺文大学咖啡馆啊，艺文前大学咖啡馆，感谢，谢谢谢谢。啊不，这是直播，不好意思。好，那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那唱自己的歌曲给大家听，我也觉得很幸福。哦，有大家在那边听我唱歌，对。对，我觉得很开心这样。好，带来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如果你是我的谁》，也是一首比较轻快的歌。然后这首歌曲是属于单方面的单方面的幻想，就是假设是我，我就是那个单方面，我会假想说这个人如果他是我的谁的话，我就会想要点点点点点，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但是就是这一首歌，好，大家听听看，如果你是我的谁，谢谢。该怎么说，这个世界存在于旋律里，是这么难，这么有趣，细分成许多场景，每一
一道规矩，瞬间的许多允诺，每一道感受，真实到不能自我。该怎么说？这个世界存在于兄弟。现实怎么能这么有趣？细分成许多场景，每一道规矩兑现着许多允诺，每一道感受真实到不能自我。方式的玩，方式的这么狼狈，每当人爱住的轮廓，任由你一个不同，怎么找怎么能这么想你。如果你是我的谁，我会疼你多一点，时间也不浪费，把我心里的感觉全都呈现。你是我的谁，我会爱你多一点，守护着你，只为你就是那个谁、哦、该怎么说，这个世界存在于旋律里，是怎么能这么有趣，细分成许多场景，每一道规则限制了许多冲动，每道感受真实到不能自我。哦，每当人爱住的轮廓，任由你一举摇过，方式的苦，方式的玩，方式的这么狼狈，每当人爱住的轮廓，任由你一个不同，怎么找怎么能这么想你。如果你是我的谁，我会疼你多一点，时间也不浪费，把我心里的感觉全都呈现。你是我的谁，我会爱你多一点，守护着你，只愿你就是那个谁。我会疼你多一点，时间也不浪费，把我心里的感觉全都呈现。你是我的谁，我会爱你多一点，守着你，只愿你就是那个谁、yeah, 那个谁。如果你是我的谁，谢谢。那我的表演到这边，谢谢。